哎，那个，因为十一点呢，我在章鱼啊，我要解说这个切尔西对曼联，免费的，所以呢，正好有这么点时间，咱们呢，简简单单的呢，说一说中超啊，说一说中超啊。三首串在一块儿，毫无违和感，明白吗？毫无违和感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有才。好了，我为什么说把这三首歌串在一块儿呢？是因为现在保级，基本上就是七只蚂蚱拴在一条线儿啊，基本上这十名以后的队，天津泰达、山东鲁能、延边负责、辽宁宏运、杭州绿城、长春亚泰，加上这石家庄永昌，这七支队伍啊，它都有降级的可能，理论上啊。但是咱们先说恭喜恒大，在这个新中超客战的第六期，也就是说是六轮中超，那个时候还春暖花开，在节目当中，我就跟李鑫打一赌，我说呀，就我夜观天象，根据我呀研究这玄学，六轮过后，人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嘛，六轮过后，我说今年冠军还是恒大。李鑫跟我这嗤之以鼻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就是嗤之以鼻啊，嗤之以鼻。我这人就怕鸡，明白吗？你跟我好是好商量，我牛逼你别跟我抬杠，你要跟我抬杠，我就跟你抬到底，是不是认为我说的不对啊？赌。玩大的这把，十个羊肉串啊！现在我赢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当时啊，有这么几个豪门啊，异军突起。你比方说这个江苏苏宁啊，你比方说是河北华夏幸福啊，你再加上我比较看好曼萨诺的执教能力，你再加上这上海上港啊，人去年呢。就状态不俗，按说呢，这是群雄并起，再加上北京官呢，那时候牛啊，是吧？巴西的这叫什么？奥古斯托、拉尔夫全来了啊，伊尔马兹等等的。但是我这么一看呢，基本面还是很大啊，还是很大。原因在于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啊，我是对这个佩特雷斯库啊。我死看不上啊！另外一个，我一看这上海上港啊，这双线作战，这板凳啊，底下人我都不认识，这我就 pass 啊。河北华夏幸福虽然说呢，这大腕云集啊，但是坦白讲啊，我这个说话比较坦白，我认为李铁呢，一个年轻的教练，直接呢给过渡啊，因为他成功保级，
啊，不是成功升级，成功升级啊，直接给过渡为主教练。我个人觉得呢，有点叫揠苗助长，那个字儿啊，念揠啊。有人说拔行不行？拔也可以啊，但严格上讲，应该叫揠苗助长。我认为呢，李铁呢还嫩一点，嫩一点点啊，嫩一点点。另外一个呢，他这个国内球员呢，跟这个外援之间呢，这差距太大啊，差距太大。升班马啊，要夺冠啊，几乎可能。北京国安呢，是基于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啊，按说呢能力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后来发现什么呢？他买外援买太早了啊，他早早定了什么奥古斯托、拉尔夫啊，什么拉尔夫防守豁逼大，奥古斯托巴西正印国脚，但没想到后来人家各队叮咣五四的全来了不少，更牛啊，都3000万、1800、2500、3000、5000啊。所以觉得呢，国安呢，这赛季可能有点起色，但是呢，想拿冠军呢也很难。说真正给恒大有威胁比较难，啊，所以于是乎呢，我当时判断呢，我就觉得呢，这个恒大啊是有可能的，有可能的啊，那么果不其然啊，恒大提前两轮卫冕。应当说呢，这个恒大还是基于啊，他这种多年的持续的投入。多年的持续的投入，反正买完了卖，卖完了买，买完了卖，永远呢都好像这个往上要走一走啊，这个欲望，你会发现他的欲望啊是无止境的啊，广州未赢够啊，欲望还保持着。虽然说今年呢其实有点小坎坷，为什么呢？就杰克逊马丁内斯啊，这张牌打错了啊，相当于浪费一外援名额。啊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凭借他这几年的这个对于中超的这种统治力啊，逐渐的，他队员呢，因为你从胜利走向胜利啊，他那个气质他就不一样。虽然说这种气质有的时候啊，会有点含糊吃是吧？因为没问题，拿你没问题，轻松啊 ，easy 是吧？有时候会个儿把球赢不下来，或者说有时候踢的有点急，但是呢，你作为一个长跑。啊，一个漫长的赛季，最后能走到最后的，他一定呢也还是基于他的气质，啊，他的气质，这种气质呢，说句老实话，你说用钱堆起来的还不完全是啊，反正也是就是因为胜利，主要就是因为胜利啊，从胜利走向胜利啊，从西班牙啊，赢西班牙啊，到赢日本，到赢韩国，他呢，谁呀？你说谁呢？谁赢西班牙？赢完日，赢完西班牙赢日本吧，又赢韩国，谁呀？哎，你别问了，你说告诉我是谁？是谁？别问了，没什么，这么点小事儿，就做了点微小的工作。哦，是你啊 ，OK， 啊、哦，妈了个拍个索尼啊，好、哦，对吧？然后，所以呢，恒大夺冠呢也正常啊。虽然说你看。要换别的队，说伤这么多，啊，是张琳芃伤完了，李雪芃伤完了，周正伤完了，冯潇霆伤完了，金英权伤完了，于汉超伤完了，马丁内勾马伤啊，他就但是别的队啊早就完了，啊，但是他呢，因为他人多啊。他囤积了很多的，说家里有粮，明白吗？说大家一块挨饿，可以来吧，饿15天，那边呢，到第10天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恒大这边说我们家还有粮仓，没事儿。说你们家那个放粮食的被烧了吧？我们家也被烧了，没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有地窖，地窖里边还有2袋大米，还能够吃2月的。所以这就是恒大。所以钱呢，职业足球3件事儿：第一，有钱。第二，敢花；第三呢，花的呢有点效果。恒大这边有钱没有？有钱，敢花吗？敢。花的有没有效果呢？反正你甭管怎么着，反正人都在这儿，是吧？你伤一个没关系，上顶。这廖立生都没踢呢，这徐昕都踢不上，刘健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啊。完了，梅方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啊。稀里糊涂啊，但是呢，他底蕴在这儿。斯科拉里啊，实话讲，能力呢应该是有，应该有啊，但这个岁数大。你要有时候人嘛就是这样，你岁数一大呀，他有时候变裂，就是不是分裂啊、裂变，他那个人呐，他有时候这个看待事物的问题
看待事物的角度、方法都有点问题啊。今年呢，恒大是因为亚冠出局是吧，所以是遭受了一个打击，但是也因为亚冠出局，他反而呢，嘿，更加注重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赛，所以你看中超卫冕，足协杯进决赛啊。但是今天这场比赛，我认为斯科拉里续约成疑，就这场比赛啊，就这场比赛，虽然说你说夺没夺冠，夺冠了，提不提前夺冠，提前夺冠，但是呢，这整场比赛的内容一般。一般，除非呢，就是许家印呢找里皮的这个原来跟里皮签了嘛，后来把里皮给贡献给国家队了嘛，是吧？送进宫里去了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呢，还得找个媳妇儿，找个媳妇怎么办呢？说里皮呢，这个，你想里皮这个级别是吧？你再往下，你说就不好找了。为什么？斯科拉里好歹也是世界杯冠军教练，对不对？2002，里皮也是世界杯冠军教练，对吧？你说你再找谁呢？有时候博阿斯，咱说句老实话，年轻啊，来这儿到底行不行？这东西啊，有可能会赌，是个赌啊。你要找博阿斯，还不知道把卡纳瓦罗给弄来了。但你要弄卡纳瓦罗，我告诉你啊，速度就天津权健的，我跟你拼了。你说吧，你多少钱？你给多少钱？说你最后两家就最后能加到什么？卡纳瓦罗年薪1亿欧元，真的。就拼了，这东西这是不争馒头争口气啊！说你当初你不要把卡纳瓦罗我给接来了，现在卡纳瓦罗带我们冲超了，我这边正准备我大干一场呢，明白吗？完了你要把卡纳瓦罗弄回去，不就是钱吗？我去，拼了啊！你给多少？你说吧，你给多少我都往上加1000万欧元，就这么着。最后卡纳瓦罗乐的呀，一马再往上抬抬呗。啊，老许老苏，你们俩拼呗，给你俩一人把刀弄呗，你们俩打呀，往上走啊。完了，卡纳瓦罗摇身一变世界第一年薪主教练，这事儿就有意思了。哈，咱总言之啊，别找卡纳瓦罗，找卡纳瓦罗，卡纳瓦罗就亿万富翁，把你们俩讲明白啊，讲明白啊，到时候你把里皮给精神给弄崩溃了。里皮说怎么着，我徒弟挣的比我多，疯了吧都。疯了，早就疯了啊！好了，那祝贺恒大。延边这个队我很喜欢啊，但是延边这个队有瑕疵啊，就是说要不是池文一啊，这个中超贡献最多扑救啊，这队啊能进球，攻击也不错，防守太差。他这个防守他不是整体防守差，他是集个别队员的，到那就断片儿。我跟你说，送点球的啊，把球传给人家的，后场瞎带的，盯不住人的。反正到关键时刻，这还是球员个人能力不行，个人能力不行，整体其实没什么，都站到位置了，但关键那一下不行。所以延边呢，咱们也说，你要是有点钱呢，买俩好后卫，可是你往中国内的后卫人行都8000万了，怎么玩啊？买不了了，往哪儿买呀？今天延边打多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想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中国足球未来就得走延边这路啊，就得走延边这路。延边这条路就是隐忍守，完了偷鸡游击队，中国革命。我再次强调，中国人是符合中国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进程的啊。我们小米加步枪，对不对？最后能打败美帝啊，就蒋公他们那个，不蒋公，蒋委员长他们的这个武装到牙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把他们干了？第一，走群众路线，接地气，对不对？第二一个，玩游击战啊，不正面交锋，不行就走，抽不冷的摸岗哨、端炮楼、地道战、地雷战，这他妈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的先例。论持久战啊，对吧？敌疲我扰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这是中国革命这成功的这个经验，你得运用到中国足球上。你别这那个的了，扯王八犊子，还中国足球水银泻地啊，大前场压迫整那么复杂，叮咣五四，最后不怎么着被人家咣咣干，没有意义，真的没有意义啊。就得玩游击战啊，
完收着，收着之后手啊，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完了，最后找机会，等你一急，我偷你一个，我任意球我干你一个。完了，我这个定位球、角球弄你一个，然后突你一下，用一对一，对吧？这是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道路。就别弄一伪高大上了，真的没有用啊，没有用。我们干西班牙人就是541，我们孩子干日本人是451，就是手，是吧？干韩国人也是541，也是541，干他们家没脾气，明白吗？这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、发展道路。你要非得说让中国人出去叭叭哔了叭啦吧，啊，你把外援一撤，你会发现不对，到处都是 bug 啊 ，bug。一朵溜溜的云游，段段溜溜的招财，扛顶溜溜的成游。月亮弯弯，扛顶溜溜的成游。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。说一说保级，也没时间了。说一说保级，现在是这样啊，绿城现在是30分啊，亚太29啊，永昌呢27啊。原来说这哥仨斗地主啊，哥仨斗地主啊，抢地主啊，谁能抢上地主赢跑了啊，把那哥俩搁在这儿。原来是斗地主，三个人斗地主，现在变成了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。哈哈，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，谁是白雪公主呢？啊，广州恒大，啊，走了，七个小矮人啊，这七个队啊都有降级的可能啊。这一看，33分都不保险，都不保险啊。当然了，你要说是，就是剩这个最后这两轮，中超呢幺蛾子四起，这事儿牵一发动全身。我告诉你，牵一发动全身，很简单。你比如说啊，你比方说下一轮的比赛，比方说有人就上岸了吧，对不对？下一轮比赛可能有人就上岸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么下一轮比赛谁上岸，最后一轮谁还保级，谁队已经上岸的，那就直接就宋先生宋哲，不是宋哲啊，就是宋。今天呢，就是有人说啊，永昌赢假球，长春赢假球啊，开始喊了啊。现在是这样啊，我之前我说过，这个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个球啊，有时候你单看场上这事儿啊，你没法有证据。看盘口，啊，看盘口，咱们实话讲，亚太对辽宁这盘口不是很正常。当然了，你要说绿城对申花正不正常呢，也很难说在正常范围之内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呢，这博彩公司啊，你甭管它是有这个线索啊，有爆料，还是说是有一种自己的判断，总而言之他也知道最后这幺蛾子会起来。在这种状况下呢，可能有一些稳定的资金，比较大的资金的注入，那就会使得盘口呢显示震荡啊。亚太对辽宁这场比赛，那么在最后几分钟啊，博彩公司坚定认为亚太能够进球啊，坚定的就盘口显示不是非正常的一个
对进球的赔率啊，就是博彩公司是赌信最后还有一个球。那么接下来这个事儿就这样啊，这场球我认为是有问题的，是有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这个我先给你捋一捋啊，谁可能会勾兑这个事儿啊？第一，两家俱乐部，两家俱乐部一块儿传，这是一种方法。第二呢，一家俱乐部单独传，传这事儿也是一种方法。好，主教练能不能干这事儿？能啊。队员几全队队员和几个队员能不能干这事儿？也能，也能啊。两方队员一块干有可能，一方队员一块干有可能，一方队员的几个队员来做这个事儿有可能，还有裁判也有可能。所以就是嫌疑人呢比较多，往这一站，说咱来对一个，来看一下这脸哪个是，站300多人，这哥们拿着照片对着，我不行，我脸盲，我看100多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楚前面，我再回去看一遍行不行？去你大爷，看不看？不干滚！哦哦 shit 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事儿啊，就是比较复杂。那么呢，在国外啊，在德甲、在英超、在西甲，乃至于荷兰甲级联赛以及格鲁吉亚、前南斯拉夫啊，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儿，真的。最后几轮，大哥，你平常买球，最后几轮你就别买了，真的。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说不清楚。有的时候说不清楚，你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亦善，是吧？也有说人之将死，迸发出无限的可能。但是这件事情就裹在一块儿，就决定他这个东西不正常的因素特别多，特别多，八方，所以你根本你骂你都不知道骂谁，大哥，你想骂你说假，有人骂辽宁你踢假球，他妈辽宁队员和教练还他妈骂呢，我们他妈没踢假球，我们想好好踢，妈这裁判给我们你点球是吧，就说不清楚，真说不清楚，全是他妈无间道，根本不知道谁是叛徒，你明白吗？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只能第一，有如果有足够证据，那中国足协还是应该去抓，明白吗？还是应该去抓。但是你要没证据的情况下，大哥你也就别抨击了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应该抨击谁，你都不知道，你瞎他妈抨击，你最后你抨击中国足球，让人说西班牙足球也经常有这样。第三，还有第三方，这事儿还可能是第三方做的，明白吗？有可能这哥俩都不知道，但第三方出钱，你给我往死里弄他，或者你给我往死里拼他，这你说得裹在一块儿得有多少人？但是我说了，通过盘口显示，这球是有问题。但是问题在谁那儿？大哥，你别问我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事儿。你把公安部吧，公安局可能只能行，别你问我，我上哪儿知道去？大哥，我都没买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只有一个是真理，保级呀，早点保，真的。就说你要找媳妇儿，早点找，先摁一个，你别最后你先听一个，先谈着一个，你别最后砸，别人都有吗？你没有，就都临了，最后一看，妈35了，媳妇儿没找着，你为什么不在25时候你就先上听啊？早点听不就就不行，再拆听，你别临了，人家三家都听了，你说你这牌怎么打？你妈打出去一张就点炮，哎呦，你说你是点气队还是点门青龙还是点妈13不靠，都是70多倍，你说你怎么玩？所以呢，早听能糊就糊吧，真的没法弄，真的没法弄。所以可怜之人呢也有可悲之处，就在这儿，你早干嘛来的？你现在你妈临了了，这玩意儿就马上都已经要关门了，你要买2斤米没有了，都卖没了，那就谁倒霉呗？那怎么办？这就是命。你说你抨击假球，你去抓去呀、啊，你不能光看这东西啊。你说盘口有问题是，但怎么办呢？这得有相关部门介入啊，这得介入，你明白吗？早点保级，以后真的，你保完级之后，你他你怎么着，兄弟，干嘛？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大哥，我们快死了，
快降级了，要什么？说要什么？要点分儿，操，给你，你们讨厌的，怎么是吧？怎么接着往前走？谁呀？你谁呀？大哥，那个你要保级，保级保呗，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哥，行行好吧，给个三分呗。你们家你都保级了，你别扯淡，我不干这事。大哥，救人一命啊，将来我还你当年做那做牛做马做鬼我也放过你。那多少要多少？能不能给六分？你妈傻，给你四分，你先拿着。妈这么讨厌的，滚蛋走。哎，你说这人活着多帅，明白多帅，你得这么玩，明白吗？你别最后你老那求爷告奶奶，你遇到好人能给你仨瓜俩枣的，对吧？你要遇到那边大哥别闹了，我这边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，那他们就干吧，那就干呗，那自相残杀，嘎嘎，你给我割一块公四头鸡给你吃，完他再割一块公二头鸡给你，股四头鸡给你，肋骨给你，小心脏给你，最后你也不知道谁死，你们爱谁死谁死，我也不管，跟我也没关系。那球迷我难受，哎呀，总得有降级的，别难受。这东西就是，那你说什么？你觉得你不应该降？谁该降啊？你不想降，谁想降啊？可你这十六队里边总得有俩呀。那就是你说你仔细琢磨琢磨，你说这七个队要说降级，都有理由。天津泰达，你说这踢的什么乱七八糟？山东鲁能，别提了，这个赛季我那么骂他都没骂醒，最后这还好呢，要不然早够呛了都。连绵负责，你说你本来你早你就拿那么多分，你最后几轮你干嘛呀？你这玩什么呢？你这玩大了吧？辽宁宏运，你换个活法，你现在都差点换个死法，你天天你要换活法。杭州绿城是啊，你说你青训做的也不错，你关键时刻你不敢砸呀，你弄个外援都是接盘的，完了你长春亚泰，哎呀妈呀，长春亚泰你还想不想踢球了？你天天就这么着，你幸亏把李章洙弄回来，要没李章洙早就降级了。对吧？你那个东北大地，你在长春，你到底想不想干？不想干就赶紧转让就完了，对吧？徐家庄永昌，你说你去年不是不错吗？你今年你就再咬咬牙，你卖了也行。要不然你就多投入点。你说你整的这个那，你跟河北华夏幸福比怎么比啊？球迷都已经倒戈了，全都换上衣服都奔华夏那边秦皇岛去了。你说你这到底玩还是不玩？不玩就拉倒。这东西都是这样，很现实，很残酷的。你说这？对不对？谁降级都有理由，都不冤，没有几个冤的，除了颜面负责啊！我喜欢颜面负责，我不隐瞒我的观点。为什么？那像一股清流啊，有时候也是泥石流。他输的那些比赛都很天真，你明白吗？就这个队很纯粹，你知道吗 ？Poor， 不是 poor， 英语叫什么来着？就很纯，你明白？这个队就很有精神。但有这种精神，有时候吧，你会感觉你怎么那么，有时候有点幼稚呢，天真。输球，所有的失误都很天真。你看我这又输了，我拼，那我是很拼。然后最后八一失误，完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丢球。你看我又丢球了，你说咋办呢？你看全是这个，你说没法弄，让他们成熟起来。该上手上手，防守该拉拉，踢球哪有不上手的呀？该犯规犯规，你不能踢得太干净，对吧？你太干净，水至清则无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保级，你说到现在为止就是自相残杀呀。永昌，你说多好，你去亚森去年给你干到多少名？七八名。你今年你就再买点东西呗，而且第二年不好干，人就知道你五四幺了，动不动炸你，对不对？都在车上，你以为呢？你以为不在车上？都在车上，人就只不过人不说话。现在我一出门，甭管认识不见我，哎，董哥，董老师，最后一句话总是今晚发车吗？哎呦我哥，哎呦，全是乘客。差不多了吧，今儿就聊到这儿吧。你让我分析，我真分析不出来。反正你说现在，绿城最后两场是对华夏幸福，
佩莱格里尼说，大哥我刚赢完一场球，你让我放水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华夏幸福，而且呢他本身呢他刚来中超，他也没什么朋友，你去你看能赢就赢，所以这球有可能就也够呛，因为那边刚找着点儿。佩莱格里尼说，哎呀妈，宝马溜溜的山上，刚之前都快这七场不胜，这刚骑上马说，大哥你先下来一下行吗，你把马借别人骑。佩莱格里尼急了，就肯定急，就你再让我再骑一会儿呗，干对吧，正想溜呢，你明白。嗯，然后呢最后跟延边死磕啊，你要说华夏赢不下来，就最后跟延边死磕。延边说我不着急，我这个下一场我主场对永昌是吧，我拿一分我保级。延边这边一保级、完了之后呢，就最后一场绿城可能能赢延边，就反正都裹在一块儿。亚太这边跟建业假着道说要多少分啊，你也不咱不能这么说啊，就是你建业反正也没有什么追求嘛，没有追求，多交个朋友多条路呗，是吧，赢能赢就赢，尽力对吧。但是你要说你玩命，我不跟你玩什么命了对吧。然后亚太最后跟申花这边跟亚太你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，反正申花说那个，哎呀那个亚太没黑过咱们吧，网上没骂过咱们吧，没有没有，亚太挺老实的。那亚太平常跟咱们抬杠吗，没有没有，亚太人牛逼的没跟你抬杠。哦那行，我们这主力是不是伤了，最近是伤好几个，瓜林莫雷诺啊，那就你看呗，那就看呗，踢着看呗啊，踢着看是吧。有人说完了，中国足球完了死了，大哥听我说，我再次强调，这些事情严格上讲，你只要别做过分，说他们真底下拿钱啊五六百万买，然后或者说是这做的太明目张胆，在足球世界里边这东西真的管不了。实话讲，取证难，说金正男，说就是韩国教练取证难，他尤其像中国人本身财务制度啊他也不是很健全，个人信用这那个的也没有，他不像欧洲那种是吧，你说你拿你账户你买了匹马啊，你买了二十英镑每哪个低级别比赛的是胜平负，那直接就给你干那儿了对不对，那不给停赛了吗，英国还哪儿，咱们这个你买，我让我姑买，我让我姑下200万怎么不行啊，那你说你有就你有姑啊，你有姑啊，我有姨，那就让你姨买行，就你有姑你有姨啊，我什么小叔子小姨子全买，怎么没法弄啊。所以呢大家也别分析了，没有用，我跟你讲，剧本有的时候剧本正在起草当中，你还不别猜，你不知道，有时候得用一个总设计师。你知道当年徐根宝带中国二队国家二队打联赛呢，完了因为他国家二队下半年有比赛，所以他提前把比赛都打完了，那分数线呢大概其实咱们就说吧，比方说三十分是保级，他拿了30，就基本上理论上肯定保级了。但是后边呢，就是当时有一总设计师是前八一队的一个教练，把这哥几个就降级区的哥几个这弄到一块儿了，哥几个开会精算啊，各种情况啊，各种概率玄学啊，高等数学奥数弄一块儿，嘎嘎，最后把最后啊七八轮的比赛，今儿这轮你赢他，你平他，你输他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把小本记住。好，下一轮，你输他，他平你，你赢他。好，到了第三轮，你平他，你赢他。别着急，大哥，我已经放两场了，别着急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你按我说的做，你是不是？大哥，我再不能再放，没关系，你记住，我总设计师有单子。有单子，按着套路走啊、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、哦、好、
哎，你再输一场，哎，他保级了，好，你开始输他，好啊，你赢他，好，哎，最后清官五四，徐根宝哭了，最后徐根宝那队降级了，徐根宝哭了，哎呀妈呀，妈，不是我军太强，不是我军不强大，敌军太狡猾，全是人才啊，全是人才啊，嗯。所以呢，我能理解啊，永昌、什么亚太、绿城的这些球迷的心情啊。这个冬天呢，总有人要哭啊，可以肯定了。广州恒大夺冠，情理之中啊，意料之中，没有人什么哭。但是保级那天会有人哭的，会有人哭的，真的。可是没办法，这就是足球。那么，这个世界有时候就只相信强者，只相信强者。牛逼吗？就自强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是吧？你要别人永远给你施舍，这东西啊，保不齐，啊，还是得强大自己。说有一天，没有工作，人都不用你了，能不能活？我觉得我能活，我就有手机就行，括号带一个45块钱的支架就可以。那个时候不挣钱了，脸也能拉下来。大哥，给点，要多少？给三分吧。妈的，不就是三分吗？给你，妈特别讨厌，赶紧走，来。啊，好了，这就聊到这儿了。哈哈，再唱一遍吧，《跑马溜溜的山上》啊。啊，里皮啊，今天我觉得看球心情会比较复杂。他说：“这还是以前的恒大吗？这个巴西老头在这干了什么？我怎么都不认识了？”有人说：“那个能不能说说国家队首发阵容？别着急，好吗？就先把级保了，好吧？那哪天我单独发车，咱们再聊国家队啊。关于国家队，你这里皮现在刚看一场中超，还有两轮，他还得看，好不好？”先别着急，这东西都在心里边，好吧，都有数，明白吗？都有数。谈谈鲁能啊，鲁能别谈了啊，一个曾经把我逼的一年多没解说鲁能啊，鲁能啊，大部分球迷真挺厚道的，就个别的崽子你也说不上他是什么玩意儿，狱中啊。极端，啊，极端的。一会儿说说，哎，我也不想说，说嘛，恒大不是，切尔西对曼联，不，我倒是想看，我肯定看，看的时候随便说说吧。切尔西对曼联，一会儿再章鱼，说说苏宁啊，没什么意思，再说吧，好吧。最近呢，学了首新歌，刚才那首歌就算串烧啊。这新歌呢，还是，这首歌应该说，不是说是很容易唱的，它不像那个，不像斑马那么相对来讲容易唱。这首歌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，就是你要唱出那种感觉呀，并不是说很容易。不要睡着了，再给我看看你手上。哎，算了，哎呦，笑场了啊！好，再见啊。